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一年的十月二十七号，星期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是发生在最近这几天啊。具体是哪天，狗哥呢就不去这个详细的去查了啊。反正呢，就是发生在最近这两三天的事儿啊。这个呢是发生在中国深圳的这个华为公司的总部啊。著名的这个华为的大公主孟晚舟，孟大公主，她是终于回到这个总部上班。啊、上班的第一天。 这个华为公司的这些员工们就载歌载舞，是欢迎这个孟大公主回归啊！在现场呢，还有很多这个屌丝男是声嘶力竭的在喊这个女神，女神，欢迎女神回家。华为孟晚舟这个事儿啊，大家呢肯定都知道，所以狗哥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啊，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一个呢是狗哥觉得这个有点好玩啊，就是华为公司他们搞出来这个载歌载舞这一出，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华为公司它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啊？狗哥是觉得这个有点好玩啊。第二个就是狗哥在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呢，看到孟晚舟他享受的这种荣光，还有这个华为公司它的这个状况，但同时呢。 狗哥呢，又想到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大的新闻，就感觉这种对比啊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狗哥呢，先说一下今天要聊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啊，就是中国社会现在的状况。这个对于中国社会现在的状况，狗哥的概括啊，就是这个中国的上层精英阶层，他们现在是一种过的这个浑浑噩噩的这种状态啊，他们找不到应该去努力的这种方向。 然后呢，就形不成合力，就随波逐流。这个呢是中国的上层啊。狗哥在这说的这个中国的上层啊，它不包括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狗哥认为呢，习近平本人啊，他呢是知道这种努力的方向的啊。这一点呢，大家呢肯定也都明白啊。中国的这个中间阶层，他们现在的状况呢是焦虑啊，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他们最主要的焦虑来源。 还是这个中国传统上的三座大山：子女教育问题、这个住房问题、养老问题。这个中国中产阶层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个呢，狗哥今天呢也不想一讲了啊。这个中国政府，他今年以来收拾各种课外的培训班，打击英语教育，加强传统洗脑教育，那这些呢，都会进一步加强中国的这个中产阶层他们在子女教育这个问题上的焦虑的情绪。住房问题。 大家这几天呢，肯定呢也都听说了，这个中国的房产税呢，其实呢已经是来了啊。这个呢就是中国住房问题，它的这个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现在呢又来了。这个呢就肯定呢会让更多的人这个焦虑啊。养老问题，这个呢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呢，短时间里啊养老问题的这个焦虑程度它可能不会太高，但是呢从长期来看。 这个呢，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焦虑的这么一个大的问题。狗哥呢，今天先讲一点啊，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些个七零后、八零后的中年人，你再过个二十多年、三十年，你退休以后呢，你很可能根本就拿不到退休金，或者说到时候你拿到的那点退休金啊，它的价值等于是这个完全没拿。所以呢，这个中国的中年网友们，从现在开始呢，就要有这个长远的打算，要认真的准备一下自己将来的这个养老问题。 这个呢是中国中产阶层他们的状况啊。那中国的底层的民众，底层民众他在这个中国总人口里边占的比例，狗哥估计呢是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啊，就是至少呢有十一亿人啊。那这么大规模的中国的底层民众，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 狗哥呢，必须要先说一下啊，狗哥在这讲的这个中国的底层民众，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歧视的这种意思。这个呢，主要呢就是从他们的这个经济收入水平，还有他们的消费生活模式这个方面来讲的啊。因为大家观察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对这个现代文明国家的这种观察，基本上都会观察这个社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它是这个金字塔型的，还是说是这个橄榄型的，或者说呢是这个其他形状的啊？ 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它都会有这种上层阶层、精英阶层，有这个中间阶层，还有这个下层或者说是底层的概念啊。所以呢，这个呢没有任何歧视的这种意思。那处在中国这个金字塔型社会，它的这个最庞大的下层或者叫底层的民众，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啊？狗哥呢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个呢就是被遗忘啊，就是中国最庞大的这个底层民众，他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现在呢是被中国的主流舆论遗忘的，或者说呢叫这个被忽视的、被漠视的，它呢是不被关注的。另外一个词就是这个互害啊，就是底层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伤害啊，因为他们被遗忘，他们不被关注，所以呢这个呢就很容易造成这种底层之间的这种互相伤害啊。同时在这个另一方面，底层之间的这种相互的伤害，它还是得不到这个主流舆论的关注啊，这个问题呢它就解决不了。 然后这个呢就无限制的恶性循环下去，直到最后底层的这种混乱还有暴动，它开始伤害了中产阶层，还有这个上层精英阶层。那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这个呢就是中国人民都很熟悉和欢迎的一个词，叫革命。革命它就是完全的改天换地，它就是这个底层全面暴动，要把原来的这个精英阶层完全打倒，然后这个底层里边的精英人物呢，它变成新的精英阶层。 然后这个社会呢，它又开始这个新的循环。这个呢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几千年以来发展的一个这个主要的线索啊，特别呢是对这个大一统的王朝来说，基本上都存在这个规律。 这儿呢是今天狗哥多说了一点啊，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啊，这个话题呢，他如果这个展开了讲，这个呢就非常非常宏大了，所以呢，今天呢就不展开多聊了现在的中国，在绝大多数这个中国人的认知里边啊，就像是开头视频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华为公司里边的这个状况，看上去是这个很牛叉，相当牛叉，总是赢，总是胜利，总是很厉害，而且呢是一片这个歌舞升平的这种样子。这个呢是中国在进入战狼时代以后。 中国舆论，它被塑造出来的一种氛围，生活在中国墙里边的这些网友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么一种氛围，对不对啊？但是真实的中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其实这个呢，它跟华为公司现在的样子呢也差不多。现在这个华为的手机业务啊，它在中国墙外边呢已经是完了。如果说美国对华为的这个限制不放松不解除，那这个华为公司啊最骄傲的 5G 业务在中国之外呢也会完蛋。 你这样的话，曾经排名世界第一的这个华为，它就彻底完了。就是在中国，看起来这个华为公司，它还是一片歌舞升平，但其实它正在遭遇这个生死危机啊！它要彻底完的这种可能性呢，是这个很大的、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整个中国它的样子啊。今天狗哥呢要重点讲这个中国的底层啊。有中国的网友肯定都已经知道了，最近在中国是连续发生了两起在农村的灭门案件。 首先是发生在这个中国的福建省，在福建省的莆田，这个呢大家知道的会更多一点儿，就是一个叫欧金中的农民是杀了他的邻居的一家好几口。这个原因很可能呢是他跟邻居之间的这种日常的纠纷，导致这个叫欧金中的农民呢是长期遭到邻居的这种欺负，他呢又得不到来自中国社会的任何的支持还有救助，然后呢他就愤而杀人。这个案子呢。 大家呢肯定呢都会比较熟悉，因为这个呢是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前一个很大的这个热点啊。这个呢是一个这个灭门的案件，然后呢在前两天十月二十四号的晚上，在中国武汉的一个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灭门案件，是一个村支书的一家五口被杀害，然后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逃跑的过程中呢，还导致有两个路人死亡，一共呢是有七个人遇害啊。这个呢就是在两个星期之内。 中国连续发生的两起在农村的灭门案件，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触目惊心。这两起案子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今天呢也不详细讲了，因为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怨，到底是谁对谁错，这个在现在中国的这个舆论环境里啊，已经是很难去搞清楚了啊，因为中国真正的这个新闻媒体呢，它是。 这个已经死绝了，所以呢，中国人在整体上已经没有能够获得真相的这种能力。这个呢是狗哥在很早之前就讲过的一个观点。那对于这两起灭门案件，狗哥可以得出了一个确定的结论，就是这个呀、啊，它就是中国底层之间的互害、互相伤害，发生在中国底层社会里的这个各种矛盾，底层民众的这个很多的委屈，他们受到的伤害。 最近十年以来，是被中国主流舆论是越来越忽视，而且呢，在以后还会继续的这个忽视下去啊。这个呢，就是导致这个中国底层它会越来越多出现这种互害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受到伤害、这个受到委屈的人，他们在中国社会里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和救助，甚至说连他们遭到伤害的这种声音和诉求都发不出来，没有人去关注他们，没有人去听他们的这个遭遇。 那大家呢就可以想一下，这个呢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只能有两个后果啊？要不然就是这些被伤害的人，他们自己去忍，他们自己去承受所有的这种不公还有伤害；要不然就是他们不愿意忍，他们会用最原始的方式去要一个说法啊，就像是这种灭门案、啊，或者说呢，他们呢还很有可能去伤害无辜的人，去报复整个社会，只能是这两个结果，对不对？狗位必须要说呀。 在一个集权社会里啊，底层民众他最普遍能够表现出来的这种行为模式啊，会是忍啊，他们会在这个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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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程度上去忍受集权体制，还有其他比他更强大的人对他们的压榨还有欺负，他们的一般呢不会去反抗，只有到最后感觉实在是活不下去啊，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呢才可能会起来挺身走险。这个呢也是中国几千年以来这个专制集权社会它存在的一种模式，甚至说。 有最绝望的状况，就是很多的底层民众，他们到那种活不下去，一直到被搞死的时候，他们也不会主动起来进行反抗。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啊，当时是饿死了这好几千万人。中国的粉红们从来不会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会被活活的饿死啊？被饿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在农村的农民，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去吃了。 他们为什么不去这个逃荒去要饭，而是就在家里被活活的饿死？其实，在当时，这个主要的原因呢，也非常简单，就是中国政府他不允许农民离开村子去城市里去逃荒去要饭啊。当时，这个很多地方的村子都是封路啊，武装民兵拿着枪在严防死守，根本就不允许农民离开，所以呢，就导致这些农民他们是活活饿死。 狗哥,哥说到这儿，是不是这个很多的网友都会想到这两年中国政府他这个很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这种抗击疫情的方式，封城封路啊？狗哥,哥在以前讲过这个呢，其实是中国这个集权体制啊，他最擅长干的事儿就是把人民关起来啊。当年的这个大饥荒饿死好几千万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他把农民手里的这个粮食都抢走了，然后呢又封城封路，不允许农民逃荒，所以呢。 就只能活活的饿死。现在他呢又是这个封城封路，然后呢，中国人都在为这种模式感到自豪啊！大家呢可以想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感到自豪？现在说一下这个发生在中国云南省瑞丽，它封城封路的情况。这两天这个呢是中国舆论里一个隐藏的热点啊。为什么狗哥说这个呢是隐藏的热点？ 因为瑞丽的这个情况呢，这两天在中国的网络上是流传的比较广，但是呢，中国的主流舆论他们还不愿意，或者说呢，他们不敢关注这个情况。关于瑞丽的状况，这两天呃最火的一篇网文叫这个“崩溃只在一瞬间”，凌晨四点钟唱着国歌跳楼。他讲的就是发生在最近这几天的事儿啊，就是在某一天凌晨的四点钟。 瑞丽的一位男士在一座楼的五楼跳楼。据说他在跳楼之前呢，还唱了几句国歌啊。他唱的应该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这位男士他为什么要跳楼？这篇文章说呢，瑞丽这个地方啊，它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一直处在半封闭的隔离状态，基本上这个各行各业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经营。这个瑞丽当地的人，除了那些这个吃政府饭的人。 那瑞丽其他人的这个收入呢，都是严重受到影响。他是提供了一个非常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说在这个疫情爆发前，瑞丽它的常住人口呢有五十万，现在只剩下十万啊，因为这个人啊都跑了。而且呢，在后来这个人即便是想离开瑞丽逃难，也是这个非常的不容易。说在这个离开瑞丽之前呢，必须要先经过这个七天的隔离，而且呢，这种隔离呢都是需要自费，而且呢。 还有很多这个需要花钱去贿赂政府工作人员，以后你才能离开瑞丽的这种情况。这个文章还说呢，留下来的这个全部的瑞丽人，每隔三天都要做一次这个核酸检测、啊，还有这个大批的人口呢是被拉走进行强制隔离、啊，超过一半人口的这个健康码呢都是黄码，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状况、啊，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让人这个触目惊心。 那这个文章它一出现在这个中国的网络上，就引发了很多瑞丽人的共鸣啊，他们就纷纷的这个发声音来反映瑞丽这个地方一年来这种很悲惨的状况。狗哥呢只选几个来跟大家分享啊，你像这个瑞丽的网友他分享的这个情况呢比较有条理啊，就第一，封城一年，瑞丽人他们的这个经济收入是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第二。 瑞丽的学校从今年六月份就开始停课，一直停到现在啊。第三，现在想离开瑞丽是难上加难啊，即便是有重病，必须要去外地接受救治的，也是这个不可能。啊、第四，说瑞丽的一半人都被要求居家隔离，还有很多人被强制隔离，但是呢，这个隔离区的这个条件呢是非常非常的差。那这个被强制隔离的条件到底有多差？大家呢？ 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瑞丽网民的反应，说这个床上没床单儿、没枕套，又脏啊。这个铁皮隔离房外边呢还被锁上，像是在坐牢，又热，像个蒸笼。被关起来二十多个小时才吃上一顿饭，还是纯素的，里边呢没有肉啊。就这样一天呢还被收这个伙食费是五十块钱的这个毛币啊。工作人员还说呢，你可以随便去投诉啊。 下边呢还有网友补充说，这个把人拉走去隔离是通过强制破门的方式，而且呢还打人啊。老人说呢，比当年的这个日本鬼子啊还可怕。据说在瑞丽呢还有一个小城叫解告啊，这个小城呢甚至说呢被完全清空了，所有几千人都被拉走，是强制隔离。 这两天像这样的反映瑞丽状况的帖子呢，在中国的网络上比较多啊，都是这个瑞丽人，还有其他这个知道瑞丽情况的人在求救，希望这个中国舆论能关注瑞丽的这个状况。但是他们的这种求救声音，在中国舆论里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第一，就是中国的主流舆论呢，根本就不关注啊，到现在应该是还没有这个中国的主流媒体去关注瑞丽的这个状况。 第二，这个中国普通网民对这个情况的反应啊，不在瑞丽的其他的这个中国网民，他们有两个反应是值得注意的啊。一个呢，就是他们不相信瑞丽会有这么惨，这些网民认为这个呢是有境外敌对势力在带节奏，是在故意黑中国抗击疫情的这种模式还有成绩啊。这个呢是第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反应是这些中国网民呢，他们认为呢，瑞丽人呢这个是活该啊，是必须要这么干。 他们认为这个瑞丽在中国的国境线上跟这个缅甸呢是相邻，偷渡的人比较多，所以呢在瑞丽就必须严防死守这个疫情的输入，可以牺牲瑞丽这么一个地方来保护整个云南，甚至说整个中国的安全。那瑞丽到底有多惨？哥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去网络上搜都可以搜到不少来自瑞丽的这个呼喊求救的声音啊，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中国底层的悲惨。 他被中国主流舆论是忽视啊，是漠视，然后呢，呃，就只能是这个底层的民众他们自己去痛苦，他们自己去承受、啊。狗哥呢，今天要说啊，瑞丽人他们现在的遭遇跟新疆维吾尔人的这个遭遇呢，已经是不太远了啊。狗哥要强调一下，已经是不太远了。那些生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以前认为这个新疆人是活该，他们现在认为这个瑞丽人是活该。 他们认为这个瑞丽人应该为中国的整体利益去付出代价。那这些人自己，狗哥必须要说呢，他们距离瑞丽人现在的状况也不会远了。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啊，就是中国的战狼们、粉红们啊，还是别幻想你们跟这个孟晚舟是一类人啊，你们不是的，你们呢只能是这个中国人很自豪的不惜一切代价中间的那个各种的代价啊。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